好，经过60°C 一个晚上的培养之后，很明显的看到这边 positive control， 也就是未经过灭菌的，所以它的灭菌袋没有变黑，是呈现黄色的状态，也就是里面的孢子已经萌发了。另外两个这个呢，就是经过我们的灭菌，也就是代表说它没有生长，它的灭菌条件是有效的。